不过你由 ASUS ROG Phone 最正嚟食鸡，你可以瞓觉一路食鸡，你可以大便一路食鸡啊，你可以预备去 gym 嚟食鸡啊，你都可以食鸡嚟食鸡啦，最重要你可以悭时间。 唔緊要，慢慢嚟啦，我有計時間。嗯，多陣見。打機先，食雞。呢個 ASUS ROG Phone 係由麒麟處理器 Qualcomm Snapdragon 845啊，佢唔係普通嘅845，佢係 overclock 咗嘅845啊，8 GB 記憶體，128或者512。 儲存，佢一個6吋嘅90Hz 嘅滑旋率 AMOLED display 大銀幕，依個咁薄嘅機身係有4000mAh 電池，雙鏡頭，指紋解鎖，仲有30W 嘅快插電器。依個 ASUS ROG Phone 會係10月22號喺大馬宣布啊，價錢同發售日期會係喺嗰日一齊宣布。我了解多啲關於依個 ASUS ROG Phone，請瀏覽我嘅 website 係 ideal mobile.com。